看看人家那时候的眼，咱们都得辛苦。你看人家也不用减肥，你看看你长，你再看看人家长，看看人家的嗓音，你再瞧瞧你过来。他不会让我们数这有多少朵花吧？他们自己都数不清。你看人家那时候男演员的走路，看人家那身材。